北贝，不管深南住神如林定，三皈依，八改盖退盖爽各位一点一以了地修持，今朝阿含经当教各位发愿，如我受八戒而不发愿者，功德比较少，所以我们的修行跟利益众生成佛的愿力互相支持，方能成就福慧圣业。是故各位今对三宝前至心合掌口发誓愿，发愿之语如何至诚，孔鲁为人。 祖师大德帮我们写好了，我今教汝，随我言道，各称法名，大家真心的按照发愿文这样来发愿。我战胜东安北部诸生，有得有疾，大家诸位良，即心发愿，今一处不管在功德，不对恶处不难边地。 其处功德，摄处一切众生之恶，所有功德归悉彼利，殊胜无上尽精之德。一速将来弥勒佛三会，得到心乐本素，往生净土，清净弥德，尽无生力，还得三宝化诸有情，当顶感恩，行无上德。问讯，家己发愿。